同纵向缤纷的活动正式开始。好，首先呢，为大家带来的呢，先是我们的灯光秀。那我们台上的长官其实也可以先留在台上欣赏一下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宏硕科技规划在情人桥上以及港区周围，啊，我们安装了60支的480瓦的电脑投射站。同时呢，在桥上呢，我们也安装了840瓦的全彩镭射机，结合情人节分体的 LED 光灯秀。
视觉2024 High Summer。